这里是无常事业部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哎呀，无常大人，虽然我已过世，但我经常发现俺孙子用我的身份证上网。那黑白污染好像不管这一块的吧？哎呀，老爹出三倍价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可不止一次出去上网了，虽然你的父母在外打工不在你的身边，但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呀。反正也没人关心我，我学给谁看？你回来。爷爷，你要是还在多好啊。生日快乐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哦。我的生日，爷爷，就算他八折吧。哎呀，没出息，让你不学习还用我的身份证上网，老爹这是带你爸妈教育教育你。还有一件事，记住，在你毕业之前，我们可是一直关注着你的。哎呦，你今天咋真用功啊？你一定是浪子回头了。切，什么浪子回头啊？我只是被鬼缠身了。